坐完了游船，我们觉得好热呀，没有想到这边其实中午啊或者是白天的时间还是比较热的，晚上会比较凉快一些。然后想再去吃个冰，昨天晚上吃了没吃够，其实已经吃了很多了。开车来到江边，小关在执着于捡玛瑙，那个江边玛瑙卖5块钱一大块，真的。嗯，这两个财迷。对岸俄罗斯的直升机找到的玛瑙，像疑似玛瑙，别动别动，疑似玛瑙，有没有专人来鉴定一下？韩这会儿就想有变化呀，在这叫河滩上，江滩上捡的玛瑙，给专业人士都看了，的确是玛瑙。我们又要吃俄餐了，哎，在那个哪儿？上次吃俄餐还是上次是吧？上次是在哪儿来着？在满洲里。对啊，满洲里吃的。餐厅我们一共吃了，打完折的话是768，嗯，是11个人。俄式西餐还是比较贵的，孩子吃的其实比我们还要多。其实它在西餐来讲，它已经是非常便宜了。一般西餐打底也得人均100。它都是比较实诚的，其实都是肉类啊，而且标价比较。因为人太多了，我们没有点牛排之类的。这边的气候会比哈尔滨凉快吗？19度，还是冷的，挺冷的。嗯，就是你穿短袖也可以，如果穿长袖，我觉得会更舒服一些。但我觉得现在就还好，很凉爽。当小贩都不容易，我都得饿死，我不会呀、啊。当小贩都得双语的啊、至少双语。